嘿，吃不胖的小姨妈来喽！我们来给她撒上一层美丽的小痘痘，还是很漂亮的是吧？赶紧叫上你的小伙伴一起来观看我们今天新型甜甜圈，我开始爆开了啊、哦！激动的心，颤抖的手，想不想来吃一口？哇，好看的嘛！你们看，这个蛋糕是不是？这样子做又可以吃到奶油泡的蛋糕，又可以吃到飘在上面的。看来我儿子不在，我真的是很会吃的嘛。那我们来尝尝我们的奶油好不好喝啊？这个味道哦，掉下去了。我喝到了豆豆，牙齿都成了绿色。你们知道吗？这个蛋糕是我用玉米粒打散了做出来的，应该会很好吃，所以我想把豆豆拔下来。哦哦，你看，哦，看会不会拉丝啊？哦呦呦呦呦，起来了，嘿，我们来尝一口，这个就是我今天的晚餐了。果然，玉米粒打碎了做出来的蛋糕真的好好吃啊！嗯，忍不住多吃两口，加点奶油。哇，一边吃它一边颤。太好吃了嘛！好、啊，蘸上绿色的奶油，哇，好吃的飞起呀！关注我。